首先，这是我的帐篷，很重，五斤多一点。这是我的睡袋。睡垫。枕头。衣服。还有我的小锅子。气罐。牙刷。相机。镜头。小飞机，衣服，头灯，充电宝，三脚架。掉河里去了，掉河里去了。嗨，给我点水吧。没有。我背这么多水很重吗？是不是？我的今天在那个客栈那里称，40斤，40多斤，那太重了。好，谢谢啊。现在没有水了，省点水，饭都没法烧，饿死我了呀！啊，哦，牛逼！烧一烧，等一下，不要倒下来，不要倒下来啊！没有多少水了，怎么还有个虫子在那？东东牛肉饭。
我的泡面。哦，哎，正好五百毫升差不多。哎，一瓶怡宝变成了泡面，开心了。我靠，真香！我靠，这风太大了，我已经被吓死了。这风太大了，我这。我这帐篷地被吹了。俺之前俺也买帐篷嘛，也累了，俺自己买的。救命！这个怎么还下雨呢？下雨。是那里，不对，我的包里有个护身。哦，有。好，金刚经。金刚。现在我开始念经了。走，这个图能有没有在用吗？金刚经怎么念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好，好吧，那就念第一个吧。哎，一神经。